好嘞，今天是2021年4月29日，今天很有意思。那个林武德，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有时候非常的激昂，而且他有某种宗教情节，反正就是他性格也比较直，比较激烈，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一个人。他就是这两天他就专门去这个白宫，他去白宫干嘛？他要去白宫去寻找拜登。民主党那边不是说拜登在那个白宫吗？他们表演出来好像是在白宫，对不对啊？他在白宫发表这个发表那个，签字什么的。林武德专门去白宫，他走到白宫，一边在里面，在白宫一边照相，对不对？一边等这个白宫收请白宫，在白宫的每一个房间里面几乎都看了，没有白宫。有时候他在等，其实他知道里面没有拜登，没有为总统拜登，他故意那样的，对不对？他就是要这样，以这个为由头，他也不直接说，不直接说拜登没在里面，他就是在里面说，哎，我这里找了，他没在，哎，我等了很久也没在，对不对？他就照了一些相，对不对？就是发表一些感慨。我怎么没见到拜登啊？然后他评论在那个椭圆办公室，对不对？他说，哎，这个拜登不可能在这个里面，他不可能活发的坐在这里。然后他就贴了自己跟这个川普总统坐在那个桌子后面，他就在川普总统旁边的一个照片，他就说那个拜登不可能在这里，不可能在这里。反正他同时走到一个叫做瓷器店，但是那个呛呢，对不对？你跟这个一语双关，他就说拜登也不可能在这里吧，我们去那个瓷器店去看一下，那个白宫里面一个瓷器店，他看是不是这个拜登在跟那个瓷器那个地方进行这个幕后交易。最后他到在这个白宫里面所有的房间全部找遍，也等了很久，还他带了一个助理，跟助理在这里等了很久。其实他在玩，他就说他等了很久，对不对？等拜登，没人啊，根本就没有拜登的影子，对不对？没有拜登那边的任何人，对不对？没有。然后他里面找了很久，外面这个白宫外面也照了很多相，对不对？也找了，也没有拜登。就他说，哎，如果要去找，就在这里真是浪费时间啊！要去找，可能应该是去那个 Castle Rock 电影片场，哎，那有可能找到这个拜登。他说的是对的，
到那里去，也许很快能够碰到，当然不能够永远老是在里。有时候这个拜登有时候在里做了些事之后，又回到他的那个老家去了，对，也可能不在那里，但是有时候在那里做一些过场，对，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戳破了这个民主党表演这个拜登这个白宫里面的那一个假戏，或者说谎言，他用这个行动戳破，对不对？他也不说拜登他们政府完全没在里面，他不说这个事情，但是他把这个事情显示给你，就是 Q 正在说的，你不用告诉人们怎么样，你呈示给他，显示给他，给大家，给人民，对不对？他就向大家显示拜登没在里面，我在里面找了这么久，等了这么久，根本没他的影子，你说他在不在？我不说他不在，但是你已经知道里面没有拜登，他不说这个话，但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知道那是个谎言，是个表演就可以了，这是比较高明的，比告诉你拜登不在里面要高明，对不对？他用那个事情，对不对？很有意思。另外这个朱利安尼在纽约的办公室被 FBI 突袭搜查，现在这个正义这一方和这个 DS 切欧一方战斗的比较激烈，虽然进入了比较后期的一个阶段，但是打的还是比较激烈，还是比较激烈。所以这个突袭朱利安尼的究竟是哪一方的力量呢？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不能下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朱利安尼手里有太多的资料，太多的料。Q 也有一个帖子说的这一点，就是朱利安尼手里有很多料，要把他的那些料要拉来进入这个证据这个程序锁链链条里面去。但是这个朱利安尼他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同时他还在这个民主党舞弊之后帮这个川普总统打这个关于民主党选举舞弊的这个官司。应该说至少看上去他是川普这边的人，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人怀疑他可能跟这个爹是有染，说是他在这个小朋友方面有，或者是光明会他们那些跟他们有一点关系。另外也有人说他可能跟这个911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当时老布什策划操纵炸毁这个双子塔，他那个时候是市长，他如果不配合的话，这个布什他们也很麻烦的。他可能有人说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的配合，所以现在究竟怎么回事的还搞不清楚，不敢肯定。就好像当时的那个彭斯，很多人都不敢肯定
那个时候的这个巴尔，他也不敢肯定，对不对？搞不清楚，因为他在很多事情上还在帮川普，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无论对哪一方，这个他手里都有很多料。深圳政府那方面，朱利安尼也有很多料，川普这方面，对不对？就是些具体的细节的东西，他也有。川普这边没什么坏东西，但是也有芝麻碎丝，对不对？家长这个家长里短总有，对不对？反正就是他手里有一些料，所以究竟是哪一方，到时候让这个时间来告诉我们。至于那个亚利桑那州，最近在重新计票，重新验票。这个事情的这个民主党真的就急了，民主党急了。他首先他就派了73个那个律师，企图去阻止这个重新验票。但是那个法官呢，就说好啊，那就你们对不对？谁阻止验票，谁交100万，交100万，然后可以暂停，对不对？一两天，到时候一两天之后再重新开始计票，啊，民主党当然对不对？那个交钱他知道他是理亏的，对不对？而且这个官司肯定打，也会输的，所以就不交钱，就撤了，就算了，撤退。但是他们不甘心啊，对不对？不甘心，他们咋办？撤换一个法官，换一个法官，法官怎么样，对不对？他们因为民主党把这个司法系统大部分都搞定了，中层、高层都基本搞定了，对不对？所以他又换掉一个法官，然后派100多名这个律师，企图来阻止这个验票工作的进行。最后那个法官还好，最后就是说这个验票还是要继续，对不对？最后说了一堆那个限制啊、条件之类的，但最后还是继续验票。属于这个川普对这个还是表示满意，对不对？只要能够继续验票就好。川普这方面的人，这个对这个亚利桑那的这个验票、这个计票很有信心，很有信心。但是呢，因为这个大选已经过去，舞弊过去已经有2、3个月了，在这期间，川普很多票都被他们毁掉了、撕掉了、扔掉了，对不对？就是说，也是很麻烦，要川普要赢很麻烦，因为他们摧毁川普的这个票太多，所以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真的，你还只能保持审慎乐观。这个川普他们方面是比较乐观，但是按道理肯定是应该乐观的。问题就是他们，一个是毁掉太多的票，第二个他们在中间出幺蛾子，就像现在他要把那个法官给换掉一样，然后他到时候再来一个新的什么东西，甚至搞什么炸弹，对不对？搞一个那搞把那个地方给摧毁。他都有可能的，民主党他们心这么干的，他们心这么干的。另外，就是林伍德在一个会上，就是指着几个人，那几个人正举着那个旗子，上面写"川普"，然后肯尼迪，下面是2020。白纸指着他们，哦，大家是欢呼，大家欢呼。
怎么一回事？他可能暗示什么呢？就是说暗示可能2020年这个大选川普是赢的，当然这个副总统可能是小肯尼迪。小肯尼迪究竟在不在？很多人说，哎呀，可能呢、啊，可能在，很多人都说可能在。但是川普这方面的人，他不说，他不是直接说，就说，就是个暗示这个小肯尼迪会回来，暗示小肯尼迪会回来，暗示小肯尼迪在。我以前也说过，也有视频里说过，因为网上传一个川普新政府的那个成员名单，这个小肯尼迪是这个副总统人选。I love you too. I love the people. Kennedy, yes, Kennedy. Yes, Kennedy, yes, Kennedy. I love the people. There we go on. We go on. 究竟是不是呢？咱们等着瞧。反正这个川普这边人都说，很快有大新闻了。川普很快要回来了。川普自己说，我打一个穿又回来了，又会回来的，很有意思，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对，等着看好戏。好嘞，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我的频道，请点赞转发，点击小铃铛，谢谢大家。